You all probably wondering how I got mixed up in this. Well, hang in there. Egypt, big, old, dusty. Like Oak County, only bigger. Just my kind of holiday. Hey! Ain't having nothing but good fun. All shits and giggles, and then out of fucking nowhere... Baby, yeah, I know. Fuck, just way to start. Well, better buckle up, partner, because that ain't nothing. Oh, guess we're not in Kansas anymore. Oh, must be snookered or stump. Oh, fuck, man. Worst hangover ever. Oh. So, this is how you want to play it. Okay, then. Bring it on, you fuckers. Yeah, you might kill me, so what? Dudes like me don't stay dead for long. 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欧德美。今天我们来这一款游戏是 FPS 轻度类洛格的游戏啊。轻度类洛格呢，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重复关卡，增强自己的能力，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达到你过关的目的，这样子，好不好？那么这款游戏呢 ，Steam 上面发现也觉得感觉蛮好玩的，那又有简体中文，所以说呢，我们稍微来试试看哈。那 BGM 好像有点大声了，我拉一下。哦，不想太大声，大概这样就好了。然后字幕应该是 OK 吧？我觉得它这个应该预设值都差不多啊。啊，哇，居然是12 1280×720，我们调整一下。哎，我们调这个，好，然后哦，画质还可以 ，UI 分辨率可以调成 4K， 有没有搞错啊？好吧，好吧，那我们就这样试试看好了。要怎么确定 ？Enter， 跳开，想保存设置嘛？没错。好了，那我不要啰嗦啊，直接进入啊。你们新游戏还可以连退取，有这么屌？日常挑战是什么？这不了解，所以说我们直接从新游戏开始吧。好，现在我是一个木乃伊，我进入了一个金字塔。好，马上开始。哎呦，酷哦！整体画面我还蛮屌的嘛。他说教程、教学，感觉没有什么教学啊，这里吗 ？Jump， 哦。简单教学，跳我会。OK， 好了吧 ？Shift Jump， 高速跳跃，好，可以。哎、欸，还蛮流畅的，我觉得。哎、欸，这个是怎样？骷髅哥哥获得了什么？啊，给我60块是吧？啊，这嘞也是钱，哦、我有120块了，是吧？左键开枪射击。结束。我会，然后还有别的武器，霰弹枪，嘣，还有什么？哦，哈哈哈，伤害好高的手榴弹啊，把他们炸了。嗯，怎么只有中间炸得掉啊？不管了，这简单的新手教学。拿到了一个箱子，哇，我被射了。哦，解决掉。哎，个人觉得蛮流畅的哎。FPS 做成类洛格的游戏其实好像蛮少见的，目前为止好像我没有看到什么 FPS 做成这种像是类洛格，不过它算轻度啦，不像以撒结合这么重度啊。好 ，hold 住，按住右键立马连射起来了，每把武器都有这种功能吗？哎、欸，不对啊。我的右键发动时机是何时？右键是要看能量的、啊，哎、欸，我现在不能用了、欸，为什么？他也没跟我讲说这右键发动时机、欸，又可以了，而且速度变快了。那手榴弹呢 ？Boom baby boom！ 啊，补血的，这是肉，应该是补血的吧？我觉得。又给了一个，这是子弹箱的样子吧？啊，滑鼠滚轮可以自由切换。Boom baby boom， 还不死啊你们？
好，按一互动。哦，教学完毕了。不知道各位怎样啊？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不过这要钱哈，现在目前打折200多块而已啊。第一层，感觉像爬塔游戏啊。啊，越爬越高。第一层哦，每个关卡都不一样，而且重点是，它这个是随机生成的关卡哦。你下次死掉之后，你再来这个地方，它会不一样，关卡的地图设计会不同。好，我们跳过去。喂，喂，射屁射，洗呢？这补血的太棒了。他在干嘛？一把刀插在裤头的头上，我们好像拿什么东西之类。他那边有敌人。哇哦！哇哦哇哦！我这谁啊？木乃伊？怎么突然让我联想到那个谁？阿姆姆？哇哇！要挟我！这个敌人也做得太可爱了吧！这敌人怎么可以做那么可爱啊？那嘴巴大大的恐龙嘴。好吧，上面清完了，这边应该就是怪物数量清光之后啊，就可以结束这回合。喂，啊，不让我下去啊？这里没有往下走的路吗？我家。有，哇！我现在剩下72滴。哦，哦，左上角的地图可以看得到你的位置。哦哟，子弹那么夸张哦！买哦，买哦！哦呦喂啊！我加加，干什么？干什么？哦，我要去捡那个。我被射到了 ，fuck！ 有这个房间也解决掉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走这边，因为我看前面好像有道具可以拿的样子。这里，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我蛮好奇，这十字架是什么？站在这里会怎样？嗯？哎呀，什么都没有哎、欸。Are you kidding me？ 哎、欸，这可以把武器丢掉。滑鼠中键可以把武器丢掉啦。哦，了解了。哎呦，哎，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哎。重点是它还可以提升能力，可是这个好像要等你死掉的时候才可以提升的样子。哦，这是我混乱领主，主动技能暂时提高射速，被动技能增加收集到弹药量。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之后还会有其他 skin 的角色，然后多了一些新的技能。他都这样标示了，那代表说，啊，会死。对啊，多角色的清洛格游戏，感觉不错哎、欸。哎、欸，干什么？干什么东西？清掉你们！啊、我们看到补血的、啊、没有？好吧，我们快死掉了。就我啊！我快死啦、啊！哇，这是 BOSS 吗？不是，这是木乃伊倒挂是怎么回事啊？哎、欸，有话好说。哎呦哎呦，爆炸、哦，爆炸兵是吧？远程交给小枪，近战交给霰弹枪，是吧？我快不行了。哎、欸，这边这边。哦，死掉了！哎、欸，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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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嘿，吃东西时间，吃，哇、哦，好爽、哦！等我一下啊、哦，哎、欸，钱不见了，而且那边还有，不要消失，太棒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走哪里比较好哦 ，Tape 可以地图啦。我们要往前面走好了，那条是回去的路，就是这里了，没错，在下面这边。哦，这是什么？打王了吗？感觉是哦。哇哇哇哇哇哇！哦不，哦哦，哦哦死掉了。我们没有到达顶端，到达顶端会怎样？
这是第一座金字塔、欸。这游戏据说有三座啊，继续死掉了之后呢？哦，可以开始升级啦！这就是我们这个洛格类洛格的游戏的精髓啊，有没有？用金币来升级，攻击一加三 ，OK。然后升上去之后又会多一些，有没有？弹药多增加啊 ，RP 是什么？获得 RP 师的祝福，所以说攻击力三点就可以获得他的祝福，能干嘛？还没讲，好不好？剩下三点好了，可以干嘛？哦，暂时无敌，你可以携带四个武器，但只能连跳一次。连跳一次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本来就只能连跳吗？到450，420没有钱。他可以带多一把物资冲锋枪，还有格林机关枪、生锈的左轮以及。弹发射器，可以，没有钱了耶、要升防御吗？我就全部升攻击好了。啊，剩下升防御，哦，又多了，加生命来，越升越多。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直往上把这个技能树展开，再决定要学什么，感觉比较好哦。对啊，哦。然后我应该还是这个人，没有错，没有新角色。怎样？这商店还没开是吧？这会不会到时候跟那个什么一样啊？就是在关卡里面解救那些人质救出来之后，他会在这边商店开卖。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这个在关卡里面探索获得这些 NPC 之后会出来啊，帮你做一些比如说条件之类的，或者是获得一些道具，是这样。进入金字塔要21块钱，去他们的税收。哎、如果不给我会怎样？会不会被揍啊？好，我们又回到第一层了。不过缺点就是，我现在目前感受到的缺点是，他这个角色的垃圾化太少了。应该是说，只有开头跟死亡，或者是连杀杀很多的时候才会讲垃圾化啊，不然基本上平常他都很安静。啊，这是有点小可惜的地方，因为如果一直讲垃圾话的话，给我感觉就会像毁灭公爵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啊，毁灭公爵就是垃圾话讲太多了，然后又很有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再继续打一场看看好了。我靠，这直接来一个会飞的家伙是怎么回事啊？来呀、啊，来呀、啊，你想去哪里啊，小王八蛋？啊，两枪就解决了。轻轻松松，哇哇哇哇哇哇哇 ！Hello， 这是蛇吧？这不是恐龙，是蛇吧？还有骷髅飞头是怎么回事啊？打不死！有，我有呀！好，点到了，解决了，不错玩了、啊。不过目前我哦哟，突击步枪哦，他这样子是跟我这把旧的做替换呢、欸，没关系啊，这个有点的感觉不错啊。哦哟喂喂喂喂，那武器蛮多样化的嘛，感觉目前啊，感觉还蛮多种武器可以搞。哎、欸，这把伤害还蛮高的哎、欸，这干嘛？哦，那边还一只。如果你长时间找不到，它会帮你标出来。啊，两枪就倒了。我要上面那只，我要怎么过去啊？这可以带我上去吗？不行。啊，这边有楼梯啊。哎、欸，不对啊，哦，在这里。哎，那种不做两边都有呢，只做一边而已。Hello， 呵呵，愚蠢，这么好闪？哎、欸，这子弹有限哎、欸，我已经没子弹了，现在发现。好，被射的后果。这边的话跳下去吗？跳这边？不行，跳不过。放弃了，这是什么？哎、欸，这是我们刚刚的地方啊，我们回来了、啊。抱歉，
这边，走这条路好了。哇，这走路好快啊！哇，补到血好爽！哇！拿到什么？幸运卢克，在当前享受无限弹药。哎，真的哎，可是他的时间计量表是什么时候啊？没有标记。我现在真的子弹无限哎，还是说这张图是子弹无限？感觉是这样哦。而且这边打完就没了，没有路可以走，走回去，走这条。子弹无限还在，效果从哪边看啊？没有血。该不会真的一直都是子弹无限吧？哎，对，真的嘞，怎么这么的佛心啊？呜，又打到卷轴了，这什么蓝腹蓝博，提高你的攻击力。哎，这个会直接一直到关卡结束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还蛮屌的。这样子轻轻松松爬上顶端，应该不成问题啊。我觉得啦，真的爬塔轻松啊，轻松爬好不好？出口在哪里啊？这个的上面，这张图只有一边是出口，这里，好吧。看一下他哪里没走啊？下面还有好多地方没走。走这里，走这里。我又是岩浆关卡。本来子弹无限啊，轻轻松松。呜嘿，来哦，捡光光哦，补血哦。来这边，这边。好，杀完了，下一个关卡。哎，感觉不会补血，我怎么感觉刚吃那么多肉，然后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一样？有青蛙身，这怎么回事啊？哇哦，连青蛙都可以当敌人，好笑。是在我现在这个状态是我中毒了，是不是？哦，不是，是效果快没了。哇，原来这里是陷阱，这里呢，爬高高啊，好像还有地形的那个地形的探索，还好吧，这应该不难。目前为止来看，我觉得我还蛮轻松的。啊，送一个宝箱，卷轴什么敏捷可以多跳一次，哎，水哦。会不会摔到受伤？应该不会吧。这游戏有没有高低的那个问题所在，我就不知道了。好，这里只是拿来让你捡宝箱的。到底哪时候到第一关头目战啊？走这边，这边之后往这里走。哎，还打不开，这是打王的地方啊！所以说我们要全张地图都看过才行，这样子。出来哦！只有一只？不会吧？应该不会只有一只啊！出来哦！别躲啦！呜呼！来来来来！弄死你！怎么会有羊啊？这是什么？应该是不能过去吧？还是不要过去好了。呼叫！哎，是什么？哦，我知道了。来，哦，嘿嘿嘿，把你撞死！好，这边过了。啊，这下面没东西吧？的确没东西。
OK， 我们走下一个关卡，这里。我靠，猫到我一下了。太靠近了，都被敲了两下，痛痛的。快，时间有限。这什么？哎呦！打掉会跑出这些恶心的单眼怪，哪里过来？恶心单眼怪想干什么 ？OK， 继续找。这关卡到底有多长啊？结束。哎，在下面吗？找不到人。Hello， 有啦，吃都会补啦，我看到了。这边的话只有一个出口而已啊，就是这里啊。不是这里吗？下面的出口啊，这里。好像貌似攻击这个会发光的这个啊，他们就会生出小兵，然后呢，这小兵很容易掉一些补品之类的，算是另类的辅助啊。啊，雷队友这样子，这个塔是怎样？到下一层吗？真的哇，到第二层了，这游戏真的蛮不错的。第二层敌人生命加10，攻击20%。我自己的话，弹药之类的，他这个每一层还会额外再给你加一些 buff 跟 nerf 啊，要求啊，这么的随机啊，不是玩到吐了。哇，敌人的血量变多，攻击也变高了。哇，开始刺激了哦，敌人开始变多了哦。而且这一层就没有无限子弹了，因为已经过了之前那边了。妈的！怎么突然开始已经有那叫什么来着了？那什么武力什么的，炸弹武力哦，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款游戏。这边就关起来了，我忘记叫什么了，就是一个会拿炸弹兵往前冲，一直叫的，哎呀，那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前期第一代的时候也是探索金字塔，直到后面不是了而已。OK。重装武力啦，想起来了。后来他好像出了三代之后，整个烂掉。那游戏烂掉了。哇！先发制人，先发制人之术。完了，这招不行。没关系，打赢了。只是我也快挂了。出口在哪？这边，这里没出口，有一个是在上面的样子，是不是？我跳，哎呦呀，我走错了吧？不过这边应该可以通到另外一边，对，不对，这里没路，没路可走啊。上面呢？哇哇哇哇！没塞，好吧，我从另外一边走，只好重走一遍了。对面的地方爬上去啊，这里。怎么不能爬了？可以。不要让我掉下去，拜托。这边啊，门在这里啊。哦，烧到了。
欸，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没子弹了。哦耶！哥快撑不住啦，帮我撑十秒。哦，掉散弹枪。嗯，子弹呢？哎呀！不错了，爬到93了，还不错，还不错。稍微来点一下。欸，这还不错玩欸，我说真的。欸，真是好好屌啊，死掉从这边出来。喂，家的范围，你看现在才讲话啊，我觉得希望作者可以多新增一些干话，玩起来才会有那种就是怎么讲，临场感吧，就是增加气氛这样子啊。我们稍微点一下，看一下这是什么祝福盾牌要四哦，升一下盾好了。好，这加什么？投掷一颗闪电球，让它变大。变大和变小同时造成伤害，这个我蛮想试试看的。学了，可是他武器是什么？这是新角色吗？赛斯啊，这解锁新角啊？要怎么解锁新角色？要怎么使用才对？不是解锁哦，选择祝福啦。哎呦，我们有雷神可以用啦！哎呀。这游戏好玩呢，画风也做得不错，个人觉得蛮赞的。哎呦喂呀，哎呦喂呀，哎呀 ，P 一下会耗电哦。哦，右键是那个增加技能的啊，什么？雷射枪、火焰枪，赞赞赞赞赞赞！新角色不错，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试玩到这里啦，个人觉得还蛮好玩的。如果你们想要买这款游戏的话 ，Steam 上面有发售。怎么搜寻呢？啊，就复制我的英文名字啊，不是我的老头或者面试游戏的英文名字贴上去就可以找得到了。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啦，如果喜欢的朋友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按个喜欢，外笑，帮我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试玩这款游戏吧，拜拜。